一提到希腊，想必大家脑海里就浮现了圣托里尼的浪漫美景。其实，除了这些著名景点之外，希腊还有很多私人岛屿可以满足你对浪漫的极致幻想。希腊南部的艾维亚海湾边就有这样一座小岛，这座名为 Trinity Island 的私人岛屿形状酷似一把吉他，也因此获得了披头士的青睐。希腊王室贵族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也是这里的常客。那么，为什么这座小岛如此受欢迎呢？首先，不同于完全远离尘嚣的私人岛屿 ，Trinity Island 的交通非常便利。它距离历史悠久的艾雷特利亚只有10分钟的车程，距离雅典只有90分钟的车程。从雅典乘坐直升飞机只需要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，在保障完全的隐私性的同时，也确保了医疗救助与其他需求可以得到及时的满足。其次 ，Trinity Island 的基础设施完善，足以满足日常及度假所需。岛上有一个主要住宅，一座海滩小别墅，以及一个员工住宅。主要住宅西侧的大草坪可以容纳至少50位客人在户外就餐和娱乐，北侧的铺砌区域甚至可以用于举办200位客人的大型聚会和庆祝活动。整个岛有自己的天然水源，用于发电的发电机，以及3个带码头的混凝土桥墩，可用于停泊船只或是直升机。岛上有3个海滩，你可以在附近游泳，也可以开展皮划艇、划水、滑翔伞、浮潜、水肺潜水和钓鱼等各种活动。岛上的开发已经有一定基础，可以节省你不少的开发成本。最后，你只要在 Trinity Island 上待上一天，就会被它独特的岛屿景观所俘获。不同于典型的多岩石的希腊岛屿，这个岛屿地势平坦，且有植被覆盖。全岛长650米，最宽处150米，与海平面的高差高达6米。岛上还有3条总长度为1100米、宽3米的沥青公路，道路两旁种植着丰富的观赏植物和农作物植被。岛上的3个海滩附近虽然没有大鱼，但螃蟹、银鱼、贻贝、蛤蜊和虾一年四季都很丰富。岛上还有一座由希腊著名画家 Spiros Vassalia 装饰的私人教堂，这座美丽的地标见证了许多的婚礼和洗礼。日落时分，你还可以登上岛屿西侧一座建于17世纪的威尼斯瞭望塔，欣赏艾维亚湾的壮观景色。在 Trinity Island, 田园牧歌就是现实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 Trinity Island 仍在出售中，售价为750万欧元。该岛没有抵押贷款，也没有产权纠纷，希腊政府可以提供出售所需的所有文件和许可。该岛还拥有400平方米的建筑许可证。怎么样？你已经心动了吗？私信我了解更多信息。我们下期见。